摩托罗拉 H 三十 Pro 曝光，搭载骁龙八 Gen 一，预装安卓十二。IT 之家12月28日消息，摩托罗拉 Moto HX 三零于12月9日发布，搭载全新一代骁龙八 Gen 一处理器，首发价2999元起。据传它将在国际市场上以 H 三十 Ultra 的名称推出。现有网友发现，一款显示为 Moto H 三十 Pro 的机型出现在了 GTNCH 基准测试平台上，透露了该设备的一些关键细节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，摩托罗拉 H 三十 Pro 搭载的依然是高通最新的骁龙八 Gen 一 SoC， 主频为三吉赫兹的1+3+4集群，具有三个主频为2.5吉赫兹的性能内核和四个主频为1.79吉赫兹的效率内核。在 GTNCH 上，这款手机预装了基于安卓 12的系统，在 GTNCH 5.44上单核和多核测试中得分为1172和3302。